司里边给我做了一个个案，在他那里做个案就是啥，就是你阴阳能量不平衡。我难道我要这个我就成就了？我那也不可能。哎，只是说我们身体好或者阴阳能量平衡的时候，我们心态更容易宁静，更容易平安顺利的走向解脱道。所有的调理，所有的身心的调理，只不过是让我们心态更放松、更宁静，容易平静下来。但它不是空性的东西。其实我感觉着你要先是一定人，这个人呢，先要修禅定，要不动，真的是先从不动开始，因为你动得太厉害，头脑思维概念冥想太多了。不动不定义开始，但是不动的目的是让你空，不是说让你不动，那不动就死掉了，是不是？那最终呢，通过不动，通过这种不定义，然后能够通过不定义慢慢不着相，慢慢去空掉。不定义以后，慢慢的再不着相，这然后再修禅定不动，然后慢慢就空掉了。到了真空的时候，才能真正的我执破尽，无我才能成。那真空是生妙有的，又开始生了，不动是不生的。不都是死的，现在我们是乱动，呵呵，不是不动，连别说是定空了，就是在乱动，真的是头脑也在动，身体也在动，一直在动。在法界里边，我们还是个乱动乱跳跃的东西。你这个时候说，你说你证入空性，这个很难说哦，我了悟了一些空性的道理，可以这样讲，但是说你证入了，真的是那就是谈不上。嗯，你哪有感觉你甚至你头脑比以前更丰富，懂得更多了，概念更多了，知道的更多了，佛理佛学的东西更多了。其实不光在家出家，最重要的你还受别人影响，因为其实影响不是别人说什么做什么，他那个场影响。比如说你坐在这儿，你出家身份坐在这儿，所有人看到你的时候，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他对你的认知要求感觉完全就是不一样的。那你是个出家人，那我就不可能跟你谈情说爱，是不是？那所有的男士他就对你保留出在某一个范围呢，然后说哦，那就这个形象就注定了你是在情欲的世界，你与情欲是无缘的。这一刻也已经很多就割开了，你是否还要情欲？如果你实现了出家相还要情欲，那是一个很困难的状态，你就很难受了。你就觉得我还是想，我虽然我不结婚，我还是想给这个人暧昧一下，那就不行。因为所有人看到你的或者视线出来的出家相，暧昧也不可能存在，他就不可能，他肯定是离你三尺远的。哎，就是他不可能去，就算有些人花心，他也不可能调戏一个出家人，很比较少啊，当然说例嘛。那这种其实无形中的很多的政治，这种吵虽然大家不说出来，但是对你是有影响的。那你在家人的身份出现，那别人对你的看法跟他是一样的，他觉得你跟他是一样的，那觉得甚至他会觉得他心里有什么你就有什么，甚至就是说你是心里确实没有，你就算是以在家身份坐在这儿，你其实心里头已经出家，但是很多人他靠近你的时候，他会觉得他心里有贪嗔痴慢疑，他有情欲，他觉得你一定有，是不是？你头发留那么长你还没有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出家了，即使你心里有什么有多花哨，他也不看的，是不是？他觉得你就是因为大家着相嘛，着外在的东西。他是以他看得见的他的概念来判定一个人的。但是这些东西是否对你有影响，其实一样的，就是所有的这些场过来的时候对你有，你是否如如不动做人呢？不管他把你当成出家人在家人，当成老师，当成什么师傅也罢，不师傅也罢，众生也罢，六道里边任何一道也罢，都不重要。你能不能安然，然后呢，就是安然的面对外在的东西，同时安然的面对自己内心的波澜跟觉受，内外这样子修，就是这样。这些东西有时候是无形的，你不知道，所以很多人才挣扎在还俗啊，这还是不还俗这个过程中，就很多就这样。其实最主要不在于还俗，还俗有还俗的难，出家有出家的难。正因为当年他在家难，他才好出家，或者是出了家又觉得出家难，这话是一样的。在家是在家的不如意，出家是出家的不如意，都一样，都在红尘，滚滚红尘了。外界什么都在，我们都活在别人的概念跟认知里。在别人的概念认知里，你怕这个世界忘掉你，忘掉自己，怕任何你，比如说我们有情欲的时候，你怕所有的男人忘掉你，
是不是？嗯，男性的怕所有的女人忘掉你，因为你出家了，所有的女人会忘了你，因为你是个出家人，跟女人也就无缘了。其实这个是在有情欲的世界里，很多人就是很孤独寂寞的这样子。但是修行是另一码事，如果没有很深的那种信仰、性啊、性愿行啊，没有那些东西，他不是恐惧，他不是恐惧说，没有性生活，没有说是爱情或者没有婚姻，他不是恐惧这个，他是怕被人遗忘。哎，就说所有的男人心中没有你了，遗忘你了。虽然说跟你在一起说话那是另一码事，他不是以你熟悉的那种状态来去记起你的。因为你是一个出家女人，或者你比丘尼，或者是僧人，那么你在男人女人心目中的位置是不一样的，他会以另一种角度来看你，不是以情欲的角度来看你。我们平时我们说我们不喜欢啊，我们不太喜欢男人都流里流气，都碰来碰去啊，或者是暧昧啊这些，你喜欢圣洁的爱，但是。你很怕在情欲里边没有位置，有时候，因为你觉得你留起头发来，或者是我们穿上华丽的衣服，别人会爱我吗？但是什么是爱？那是情欲。如果你剃了头，光光的坐在那儿，我就这样的，但是你在别人里边升起了圣洁的神圣的话，那真是爱，那才叫爱，那才叫不着相的爱。但是因为你见不到，男都是找相的，所以慢慢你会觉得，其实我们渴望，不管我们就算我们出家，我们也渴望那种神圣的爱，但那个爱跟情欲无关。如果我们内在的东西不在情欲里边，不怕这些东西对自己，你内在的情欲如果消失的话，外在的爱就会来临。不管这个人以任何眼光看你，他心中有你没你，爱就在那。真的会体验到，我们体验不到那种圣洁纯净的爱，就是我们内在有情欲。你里边有情欲，你是看不到的，体验不到的，还了俗也看不到，出了家也看不到，这个世界找不到。你爱的，你要的那种无条件的纯净的圣洁的，只看品质的，只看内在修为的那些东西，不是那样，全是着相。还俗也不行，出家不行，都没用的。你当了老师也不行，当师傅也不行，什么都是不会的，怎么都找不到，没用的。你名利情，你就算你结了婚，你拥有几个老公，几个妻子，几个丈夫，拥有一大堆也没用的，二奶三奶五奶包上满满的也没用的。你知道你内心不会满足，有遗憾的。情欲也不是坏东西，不能说情欲就是坏的，其实。只是我们很难空掉，很难在情欲里借空性而已。情欲也是，只要它不影响你 ，OK 就 OK。你这在就在吧，它像云一样在身体飘也罢，在外边飘也罢，管它呢，它爱飘啥飘啥，是不是？身体觉受爱身体啥这些，最主要是它能够不影响你的定，能不影响你对空性的领悟，就 OK 了。不影响你的性愿行就行了。如果影响了你的阅历，影响了你的行为，影响了你的那就要对峙，那就它就是问题，那就是敌人来了，要打仗了。